哇，稍等，感觉发现了新大陆啊！表姐不在的话，拿不下来的啊。我们俩看不准啊！你看一下这个大榕树啊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嗯，我们这边这种榕树还是比较多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志，我们今天在盈江啊，啊，表姐带我们去一个娘娘家里面看一块料子，表姐。那个料子你是去看过几次的是吧？哎，去看过好几次了。他不太愿意说。他一直舍不得买这个娘娘。舍不得买。嗯，他以前就是走非水生意那个，非常传统的，做了几十年了，然后现在感觉退隐江湖那种感觉了，退休了。嗯、年纪大吗？啊、嗯，年底差不多又要带娃娃了。嗯，云南的天啊，真的好漂亮，真的好看，很舒服的天气。现在是冬天。冬天我都不敢信，云南没有冬天好吗？怎么走，表姐？然后前面有着，看这小竹棚。到了。到了是吧？嗯。哎，娘娘。哎，娘娘你好。我们也来了。啊。哇，这里舒服啊。哎，农村的房子呢，简简单单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舒服啊，就是你看这种小院子，嗯，是吧？人家家门口就是这种竹棚，外面就是哎田，是吧？种着这个玉米，哎，水稻。好，这个是我表弟，哦，是吧？啊，表弟，哎哎，你坐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你坐。我们这次来呢，还是想谈谈上次那块料子呢，那块料子干？啊，我们本来总说是舍不得卖那块料子呢。一定是从厂上来了，摆了，我们现在也不做了，噶、啊，也是多少年了，我们也是都是做正规渠道来的石头，嗯，晓得了，石头也好了嘛，噶、啊，石头也好嘛，摆着小人说摆着也没有多大的意思，哎，管求的嘛，价钱合适嘛就卖，啊，哎，小人是想买那个，哎，小人们想卖了，老人们以前去厂上，现在嘛开开不得，噶啥、啊，现在呢这种。哎，社会这年轻人做的，我们也做不来，都没那种，是吧？嗯。娘娘以前也是在缅甸啊。啊，我们都是直接去缅甸去，以前嘛更方便，那从拉扎也去的，从腾冲也去的，是吧？啊。我们都是做些正规渠道海关报关来的石头。嗯。都是些正牌石头了嘛？正牌石头。哎，什么公鸡料了，什么什么。哎，什么冒充的什么了，噶？嗯，我们不搞那些。嗯，就是看着人家料子好了，所以才想放五次呢。没吃了，你哎。那我们看一下料子吧，娘娘。看一下料子，噶。啊。哎，可以呢，可以呢。啊，随便的是我们不让人家来看的。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哎哎，随便的是不让人家看，没事。对，娘娘。比较没领来买，噶。哎哎，也是有挺心疼。就娘娘刚刚也说了，就是。不是随随便便人都能看的啊，就是诚心诚意的这种，哎，才会选择给你看的，知道吧？今天也感谢是吧，表姐，主要是表姐能带我们来，是吧？因为表姐跟他们好像亲戚是吧？有一点点亲。我看一下料子，这个我来了两次了，但是。娘娘，我来。好的。买楼梯脚啊，楼梯脚知道吧？放啥啊？放料子。嗯，大的。哇，这个料子是不是？哎，随便给人家看的。哎，这边有蛇呢。哇，稍等。哎，感觉发现了新大陆啊！我们瞧到当中的那个小鸡上了。哎。都是做的。哇，皮也好亮！哇，今天也算是见到一个好东西啊，是吧？那这个料子呢，很明显的是色带啊，那从这里带子是上来的，它一直走的，是吧？那这种，这边呢没有那种阳绿色了啊，但是它种很好，是吧？肉质也是能够发黑的。这个料子，哇，它肉的那种纯净度特别特别高，关键个头也大。是吧，箭头也大。嗯，我们摆了五年了，这个料子摆了五年了，娘娘。哎、它这个色带是怎么走的？就这边巴掌宽，然后往这边往上绕，是吧？这个刚刚看的是这一包啊，这边好像都是。稍等，小志，慢慢的看一下啊。那这边都是色，没有种很好的色。这边是类似于有一点点癣的一个感觉啊，很明显。哎呀，小心，有点滑，不要压到手。不是，我是怕压到表姐的手啊。
知道吧？你先走哈。哎好好好，我们砍上两个。哎，你没砍到了。哎哎，没关系。就局部的话，有点那种，就飘色的一个感觉啊。它不是说整一个满，飘色花，那这里就很明显的是色花。这个色花呢也是什么，也是选生色花色，就是选生的啊，那包括这里面是有点选的，包括这边也是有色。哎，这种料子擦出来相当漂亮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可以。没事。好好，来，你先坐一下。哎，黄味啊，这个里就是很正，你知道吧？真正好的色，它肯定是要带点那种黄味的。就一味的追求色浓色深，它会发黑发蓝偏蓝，你知道吧？不行，真正的色一定要带黄味。那这个料子，我们一直在看色的部位，你看这种水的部位，好吧？看没，种很好。这个蜡皮明显的哇，这难怪这个料子种那么好啊！看这小棱角上。能看到什么？能看到石灰状的这种石灰蜡皮。那这种蜡皮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讲的什么？皂石。它早期一定是经过高温的，所以说它遇热能够完全啊，就是成为一个粉末状，然后再次重组，它才能达得到这种肉细种老的一个感觉啊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也非常特别的。就敲完之后它有个钢音啊，那种叮叮叮叮完之后那个嗡才出来，听得到吗？种的真的可以啊。而且会砍料子其实很怕什么，很怕裂纹，这料子啊就很完整嘛。大面上这种线呢大概率是裂纹，会砍料子啊，记住这个是会砍的一个特点嘛啊。但是你看它很少啊，就全身都是非常完整的，就是那种小黑黑线都看不到。一般来说那种黑线大概率有可能是裂纹啊，会砍料子。但是这个料子很完整，是吧？因为现在我们在室外啊，可能水头稍微会看起来略短一点啊。这里的种就很好，知道吗？看这一包，明显的就完全化冰，并且什么有飘色花的一个感觉。最漂亮的呢，像当属这种，啊，这色就很辣了，漂亮，漂亮啊，嗯。这个色带如果能紧了吗？如果紧了吗？这种带子的色就进色，我倒是不担心。其实之前是给过多少呢？之前是给了18吧。给18。嗯。跟这种老一辈做生意，我们就直接一点吧。嗯，你说。给他加2万。2万。20。嗯，好吗？就问一下。再弹弹敲吧。对。弹敲给你拿下来。嗯。兄弟们，总的来说这个料子呢是吧，真正的有种有色，箭头也够大，相当相当的完整，色种各方面都不错啊。然后背面皮壳蜡皮的油性也很好，是吧？那这个料子假如说我们给人家加2万它能卖，那我们就拿下来。来十个大了，那我们谈一下吧，料子先放着吧啊。娘娘，哎，我娃睡觉了，那我外面。我们外面聊。哎，我外面。你们看了料子啷个说？料子们喜欢的营养不然也不会三番两次的来到了。没事了，买可以的。哎，料子也不错，我们也安了那么多年了，为啥？在上次跟那18万买，我跟小云讲过的，小云说，哎，卖不得。你们不加了，杨辉说给18万，上回给的那个价钱是卖不好，真的，我也舍不得卖，也舍不得卖。我们也考虑过了，料子确实是可以了，一分钱一分货嘛，你看，是的，是的，哎，人家说，哎，那种骗人的那种嘛，我们不搞，为啥？看得到那物件，反正你们也找我们也比较盖少石头。我跟表姐也商量过，还看过，给你凑个整20万，20万可以啊。那还18万，本来我算了这个石头是，我要卖28万嘞，28万嘞，阿锦也来过，这也敲石头敲过几回了，买上次买，他确确实实来给了18万，是吧？嗯，我没有卖，小人也没有答应，反正也是我的老人的石头嘛，老人做主，是吧？老人做主，哎，老人做主，买石头也不错，买。哎，看在我阿婷的份上呗，哎，你们家庭自身呗，反正看到你们也是诚心买石头的人，嗯，也是做石头的人，个啥，也是懂货的人，嗯，哎，2万块钱我就在我阿婷上，哎，买就
答应给你们，我也爽快，看到你们也是爽快的人，对吧？没，谢谢了，大吉小吉的嘛也不想讲了，哎，我也就答应给你们20万，对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也望望你们要开发财，对吧？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哎，一个赚的，一个。哎哎哎，你们来过，打回交道，你们也晓得，我们做生意是要爽快那种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明天那个么石头都看不着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娘娘。哎，你就说我的石头，我不说。看我的石头多好，为啥？哎，多稀奇！嗯，反正是我也要看人。啊啊！哎，人要有诚信，为啥要有诚信？那种人要有实在的人来看，我们才给看的。你不说是？其实娘娘说的很对啊，就是包括我个人啊，我身边一些做事的人，我就喜欢这种实打实做实事的人，知道吧？而不是靠着一张嘴去巴拉巴拉的。真的，娘娘，话糙理不糙啊。那这个料子呢，是吧？我们也感谢娘娘啊，就是。20万的价格是吧？咱们成功拿下，一会儿呢直接抱上车。不是我替你来的，我20万我还不卖。哎呦，谢谢了，哎，娘娘说表姐不来的话不卖的啊，这个价。实在了，对吧？哎，你们要感谢我，哎，我听懂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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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谢谢都谢谢。哎，实在的没干，哎呦，你们那还发大财了。哎，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没有客气了，客气。其实真的，娘娘你们老一辈这些还挺厉害的，敢拼敢闯，你看做生意啊比较纯粹，比较传统。嗯，对，就是对自己的活把关各方面都比较好，要求比较高，要求比较高啊，也是属于就我们讲的实打实的做事实呢，哎，不像现在那个确实什么人都有。老一辈人，你可放着老辈人呢，你可买着老辈人石头吗？啊，你放心的，哪个人都是这种。是呢是。哎，你说说现在扬州一里五六卖石材什么什么的，我们要不好意思卖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一点啊，就是我们真的是年轻这一帮啊，真的要向你们多学习。哎，就是真的。害了人家呀！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卖石头嘛，我们说买来，要忘了我们买的便宜，买来我们自己能赚噻。嗯。我们能赚滴滴摸摸噶，我们也就卖。卖给你们，我们忘了你们去赚多多的钱，是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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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讲的真的那好一富三家啊，哎对呀，老一辈都可以说是考虑着我这个料子卖给你们，也希望你们赚钱，对呀，也希望你们开张且涨，哎是的嘛，你们涨了还卖了，哎你们发大财后还望着来，我们不讲大财小财也是，到你们能赚，大家都高兴兴的噶。我买来的价钱，我拿我的本钱划算，噶。嗯，是呢。我能卖，我就卖给你们，哎哎，我就这种。就这。哎。是啊，你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好好好。要注意身体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哎，我先把这家庭转来给我们得了。啊，再好好说啊。哎哎好。好。哎妹，你慢走啊。好的好的，娘娘。哎。那就扛上车。哎，哇，兄弟们。这个料子呢已经成功拿下啊，真的我越看越喜欢啊。真的是钱走了。嗯。哇，这边色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料子呢是吧，我们拿回去肯定后续也要慢慢研究，慢慢再看一下。嗯，今天呢也感谢表姐，也感谢这个娘娘啊，能把这个料子是吧给到我们。表姐不在的话拿不下来的啊，拿不下。主要是前面来了几次，看着我们比较诚心啊。老一辈的人做生意就是一种实在爽快，看着您这个人啊。行，兄弟们，那咱们废话也不多说了，好吧？我们先把料子呢拿回公司去，然后喜欢翡翠的别忘了给小智点个赞，好吧？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，走。